留在大梁的时间也不多了，那不如就好好珍惜当下，不留遗憾。我到底是把外衣都脱了，只穿内衣呢，还是都穿着，让季楚脱呢？只穿内衣比较性感，让季楚脱又比较有情调，二者不可兼得。为什么第一次只有一次呢？季楚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是他自己说要生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吧？既然王妃这么纠结，那还是本王来选吧。选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今夜本王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你一直都是呼来唤去叫我的名字，从未喊我一声夫君。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。夫君，夫君，夫君。这样我就满足了。